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，伫今仔日我看见咱下下姊妹来到伫这个所在，我感觉你是真勇敢的人。哦，最近有人讲上界勇敢的代志是啥？上界勇敢的代志就是对你的名照过来认出来。哦，啊，总是咱知影，找到一个基督徒，守主日来敬拜上帝，是无论如何。这也不算勇敢，因为这是基本的义务。甲咱对着上帝敬虔，一个淡薄啊，吼、哦，咱对伊的表示念念，这是一个上基本的，咱敬拜上帝上基本的，下过一个方式。当然，其他的你会当更加加添你的荣耀啊，伫上帝荣耀的顶面，咱着敬拜伊。所以今仔日咱来到你这个所在敬拜上帝，就代表你看中这个主日的要紧。我看时间吼、哦。啊，都无到半个月的时间，啊，就是差不多到半个月嘛，就是这个月二月十五啦，吼、哦，除夕二月十六就要过年啊，哦，大家有欢喜要过年无？哇！哦，要过年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华人说这个啊习俗啦，吼、哦，新春的习俗就是安尼，拄旧哦，布补新啦，吼、哦，除旧布新，旧的物件更新改变啊，换新的。唔知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有想讲，什么是属于咱旧的生命啊？要来甲伊哦，丢掉哦，丢掉啊！变正要来换新的生命哦。我想着伫个中国有一个故事叫做《周楚除三害》，我听过无？哦，其中一个上界大的害是啥？就是伊家己啊！哦，就是伊家己。三害中间，其中一个就是伊家己。哦，啊，当然不是讲叫咱家家己丢掉吼，是丢掉家己的本我，家己的旧的我，哦，新的我，新的生命的坎顶，新的生活的迄个款式，应跟上帝的迄个正人迄种的款式的生活，对我的新生命中间来显露出来，这就是一个新生命的款式。所以，咱今仔度过年，咱一定爱画出，甲你厝边头尾咱无兴趣的人。无同款的过年的方式，哦，其中上较要紧的就是，予人感觉你过年你又搁大一岁，又讲你过年你又搁伫你的不只是年岁加添，你的生命的跨度，你的生命的迄个香味，也当更显著的荣耀。阿弥陀佛。哦，所以呢，咱基督教会的福，哦，的福就是。咱对上帝家所领受迄个新春个永生的福气，哦，而且顶前顶个拜，无数个正道中间就是甲上帝同行，即、這个上帝甲同行的福气，也就是伫咱个中间，即、這、甲、個、上帝同行的福，也就是咱伫新年的一年的中间，你定着要甲上帝做伙同行，伫过来新的一年，过来永远的年，你拢要甲上帝同行。而且你有相信永生的确信，搁有知足常常快乐的福气，搁有主堂客的福气。哦，所以这福气吼，咱赢过侪侪这个其他的，这个无信主的人的福气。新春大家拢求福气，不过咱伫教会内面咱求福气，搁较侪，搁较满钱。哈利路亚！我伫读者文摘吼，我伫读者文摘中间，我有看一篇吼，叫做什么叫做幸福？哦，比较做一个引言吼。宋香的人讲，有钱就是幸福，哦，有钱就是幸福，敢是安尼真正呢？哦，啊，好业的人讲，心平安就是幸福。做事的人讲，丰收就是幸福。乞者讲，有饭通食就是幸福。咱种的人讲，会当行路就是幸福。青年的人讲，会当看钱就是幸福。做生意的人讲，市场好，会当赚钱就是幸福。做工的人讲，有工通做就是幸福。做学生的讲，成绩好就是幸福。做老母的讲，囡仔快乐就是幸福。破病人讲，会当破病就是幸福。哦，所以这就是拢幸福吼。啊，不过问咱的，对咱来讲，什么是幸福？对咱来讲，什么是幸福？咱刚好在做幸福小组。我真常常跟着咱的同工新闻小组同工讲，咱做新闻小组，咱的同工，咱大声还是领受幸福。
咱来真做幸福一份子，咱有幸福的人生，幸福的生命。安尼，咱做来做幸福小组，就是带互人幸福。这个幸福就是咱食到一个基督徒，咱所追求的福。而且这个福呢，从过今仔日的圣经诗篇哦的诗人，第一篇就甲咱讲的，这个幸福。所以我而且要通过今仔日的圣经，而且甲咱做来分享，一个真正幸福，一个真正合乎上帝心意的幸福。这个人生是啥物款的幸福？伊第二节安尼讲，我都欢喜耶和华的律法，面对上司，这个人就是有福的人。再来第三节安尼讲，伊要亲像一丛树在伊溪水边照时结果子，伊的叶仔也无打起，伊所做一切拢顺利。哦，你才甲咱讲咱非常的明确啊，什么是有福？什么是有福？来，咱把这段经文读一解。来，我都欢喜耶和华的律法，面对上司的。哦，这就是有福。这个人就是有福，非常明确。所以今仔日通过上帝的话，要大大来祝福在咱的中间。哦，所以今仔日这篇哦信息，道理你听听了后，你就要带着满满的福气回去。哈利路亚。贝伯，哈利路亚，想做问题。好，咱伫第一站，咱就通看到诗人吼，伊讲，安尼重复的话去传达一个重复的一句话吼，这三的句吼，用三句安尼来讲，就是无行歹人的道路，无行伫罪人的道路，吼，无行歹人的计谋，无行伫罪人的道路，无做污蔑人的罪位。这三句吼，这三句吼。来，咱用华语来读一摆好无？吼、哦，华语吼，预备来。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傲慢人的座位。哦、这句话伫原文的中间吼，安尼，甲伊翻过来，甲翻过来，翻过来吼，差不多意思吼、哦。来，咱用原文来读一解。来，不从在恶人的计谋中，不占在罪人的道路中。不坐在傲慢人的座位或集会中。你家里有看到无？这两句无同款的所在无？有看到伊加什么字？伊原文加什么字出来？在那个啥？个中。哦，在那个中。这个意思表示啥？表示讲，就是你处在其中，你处在其中。哦，这有可能。你可能已经脱离啊，或者你无精神，又搁陷入伫其中诶，毋是永久诶，你着无站踮伫内面吼。人讲吼，毋是永久的免疫啊，无迄个免疫力啊。吼、哦，咱对立派无免疫力哦。咱咧时常检视家己，时常提醒家己，时常吼，保护家己入得去。这就是一种咱对罪恶诶一种诶提醒，即个。真好，基督徒得先来看到伊少年的时阵，哦，做了有够好个工。为什么伫伊年老的时阵，哇，完全不保，哦，特别面对金钱、面对地位、名声、权势，对伫伊个手，伊就袂去质疑个信用，做予咱惊，哦，真惊呀！搁咱安尼看到了后，嘛真做咱搁一届个提醒。伊再甲咱讲，哦，咱若是陷入个其中。诶，无可自拔，有人在海内之中，哦，无可救药。所以呢，你这中间咱看吼，在就是海内之中，啊，搁伫这中间，我都救会出来。所以看这三个动作，不从、不战、甲不做。其实，咱看诗人哦，伊这三句话拢差不多，差不多啦，意思拢同款哦。但是我要大家简单来讲哦，这三句话，咱简单来讲一句话，就是不要做坏事。对吧？不要做坏事。啊，不过咱的诗人甲咱分得足清楚，伊就特别有这三个动作，而且就是讲不从、哎、不战、甲不做，这三个动作就是唔通对、唔通徛、搁唔通坐。这三个意思，而且有甲咱讲一个较深的、一个上面的意思，才甲咱讲哦。哦，啊，咱甲伊当把这三个
这三个意思安尼，甲伊顺序甲伊颠倒，吼、哦，咱唔通甲伊颠倒吼，唔通甲伊安尼倒变去。咱来看伫伊安尼三个动作，伊有伊特别安排的意思哦，吼、哦，蹲地、徛地、坐地，这三个动作其实是咱做吼、哦、非常吼、哦、在做的一件代志，在做的代志。我估计嘞，好吼，咱大家讲水果也是啊，哦，有吼、哦，人讲啊，全台湾第一名也是啊，伫咱哦，全台湾第一名也是伫咱台南，哦，有真侪迄我外国朋友来咱来找我吼，来台湾佚佗，啊，就看伊迄世界的导游书，看来讲，啊，恁台南有迄有一个叫做花园夜市，哦，啊，就叫我带去耍，好。这个夜市啊，咱大部分人拢食过夜市的经验。我问咱大家一讲这种的经验，就是人足济的时阵啊，人足济的时阵哦、啊，迄个时阵你着唔是你咧行路，唔是你咧行路。人足济的时阵，你着顺着迄个人潮，安尼甲你杀，甲你杀。哦，你着顺着迄个人潮的速度，着决定你食夜市的速度。有这种经验无？哦，我那时候真的，哎，后边人就一直跟咱说，一直跟咱哦，跟咱说送，啊，你就对咧行。通常一开始入去的时阵，咱大家人拢会对咧行，哦，对咧安尼行。但是我特别买啥物件，安尼走马看花看看，差不多拢会对着迄速度安尼行。如果若是你有想到你想要买的迄个物件哦，你就会伫遐安尼挤，啊，挤伫迄个所在，安怎？徛咧，哦，徛咧。啊，徛咧开始经历咧买物件，啊，到尾啊吼，徛咧买物件买了，通常夜市啊，坐夜市啊，到尾啊，拢会做一个收煞个啥，坐到伫最后个所在，上后边遐就是咧卖食，通常人就是我坐落来，先煞歇睏一下，先煞补充一下体力一下，啊，食一下宵夜一下，哦，安尼八九十哦，买物件买啊，啊物件嘛食，哦，啊就转去。哦，足侪人食夜市啊，拢是安尼，对不对？哦，我相信足侪真侪人通过安尼夜市啊，就知影我咧讲啥。第一项蹲地，有真侪人伫这世界是盲目的跟从啊，大家真侪人就咧世界潮流安尼行，就对安尼行；世界潮流安尼走，就对安尼走，根本无伊家己的方向，无伊家己的目标。所以一个人讲无对着歹人的计谋，歹人有呾设一个局，还是讲？创造一个世界潮流，互你感觉哦，你无对着这世界潮流，你就是落伍啊 ！LKK， 哦，还佮 SPP， 这名拢足久啊，你拢听有啦吼。老高高佮宋彪彪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有真侪人咧创造这世界潮流，你认为我你无爱对，佮咱就是互这个世界气死的一群人，所以吼，嘛勉强嘛要来对一下，所以就限定伫歹人的这个计谋内面。再来，这个中间，我就看到有真多的人陷入吼，伫这个盲目的跟从的中间，所以咱看到对坐到徛到坐，这是一个足自然的代志，吼、哦，足自然的代志。像就讲，我若腹肚枵，我要食物件，我会伫遐路行到我想要食的一间店，哦，我看到迄看板吸引我。经过了后，我就徛咧，徛咧开始想看卖这间店铺内面有啥物件无啊？是讲诶菜单放伫门口，过来我就入去，就开始坐咧，开始坐。所以对，一徛较坐，哦，这个特殊是作者刁工的安排，刁工的安排，就是讲歹人有当时伊的计谋就是安尼，这是伊要强调，这是一个作主的代志，就亲像今仔日吼，咱来到伫礼拜同做礼拜同款嘛，作主的。伊对你兜行来到遮，哦，啊，选到一个所在，哦，啊，入坐，就是遮尔啊自然。其实犯罪嘛是真自然的代志。是因提醒咱，唔通军队伫歹人的计谋的中间。这是咧提醒咱，有时咱的唔是刁工的啊，哦，可能咱咧军队。也是咱无所谓的接受，或者有歹人的计谋伫咱的中间，咱家己拢唔知影。好、哦，
咱常常认为讲啊，一摆也是两摆啦，啊，把紧啦，啊，毋是久长的代志啦。哦，你像有人拄在学食薰，讲啊，我食看麦啊，哦，食看麦啊，食一支两支嘛袂上瘾吼。啊，食看麦啊，我食薰是啥物处理？哦，啊，食毒嘛是同款，啊，跋筊嘛是同款，啊，去无正当的场所嘛是同款。哦，讲迄夜里有拢是同款，拢啊，把紧啦，拢毋是吃去啦。我摆也提袂起，所以这种的中间，都予咱沉迷陷入罪恶的内面。有时咱若无警觉，就常常你就是会伫这内面陷入，无法度来家己救家己。再来伫第二句的中间，佮咱讲，毋通徛伫罪人的道路，罪人的道路。伫旧约圣经内面，道路常常是代表，只是讲人生的方向，人生的方向。在遮，在遐，在遮，所以说，有有先跟人讲，因咱的，互咱人生徛定着，无偏左，无偏右，哦，互咱当徛伫人生上帝阿咱行的这个正路。这意思就是讲，唔通徛伫罪人的道路，意思就是讲，咱唔通啊，不只是军队而已，就是咱看到当罪人，遐有罪人，因咧犯罪，伊所做的代志。咱唔通对因咧做，嘛唔通甲因同上做伙，成做一个群体，无行伫因咧道路的中间，顺因咧方向来行去。是人一当肯提醒吼，咱千万唔通看轻遮个代志，因为对对到行到徛，这是一个足准的代志哦。我捌对着迄个根生团契吼，到伫加拿大面啊，福德。我捌辅导一个更生人，伊个故事我印象真深。哦，这是一个兄弟，伊有甲我分享讲，伊安怎成做一个教徒，哦，啊，伊真有过一个过程哦。恁敢知影这个教徒原本的职业是啥？伊原本是一个新闻记者，是一个新闻记者。哦，咱知影新闻记者的时间真弹性嘛，真自由啦，哦。真注意，安尼。啊，伊有一天，啊，伊有一个感动，要去庙吼，去采访，啊，真侪迄壮硕生吼，足大个比例拢去跳国家奖吼，伊去采访即相关的新闻。啊，当伊到这个庙，伊采访这个新闻的中间吼，哇，你看到庙口吼，哦，一群人伫遐咧惊奇啊，哦，咧惊奇，感觉真趣味吼，啊，看到哇，伊咧惊迄个。那个象棋，吼、哦，啊，过迄个象棋，不是咱一般去行迄种温书象棋要跑啦，吼、哦，是迄种斗赌的迄种，吼、哦，哎、欸，跋筊迄种，迄个棋艺麻将迄种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就安尼坐咧，就甲人在耍，吼、哦，啊，因为遐老人啊，吼，啊老人啊，所以咧赢钱反应较紧哦，赢钱嘛真正常啊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伊今仔来，哦，啊，隔天无代志啊嘛来，吼、哦，啊久啊嘛来。啊，甚至吼、哦，耍到有兴趣了后，哇，本来伫庙口咧耍尔咧吼，拢安排入去庙内面的 VIP 的室内面咧耍啦，哦，就是内面有一个房间内面，迄个已经毋是惊奇啊，惊麻雀，哦，所以伫咧中间愈聊愈深，伊原本就想讲啊，迄工作吼，采访的工作真自由，啊，就无即个案件。哦，诶，代志无采访代志时阵，拄拄啊去算一下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毋过啦，过来，伊较会知影种物件，敢若亲像有一种诶魔力吼，一种诶致命的吸引力安尼。诶，伊毋是安尼有时间才去哦，哦，无代志才去哦。伊后来诶，是啊，怎变成做讲吼，日也去，暗暝也去，常常因兜找无人。哦，啊，因家人佫想讲，哦，最近是安那新闻遮济，哦，啊，伊安尼走来走去去采访，哦，啊，甚至吼、哦，报社伊应该爱去的采访的工作嘛无去，啊，甚至到尾佫较含，哦，因为伊爱出张啊去远地去采访新闻，报社派伊去，啊，佮伊人无去，人无去，伊就凊彩上网去查看相关的消息，啊，是去敲电话问伊当地朋友佮伊斗走一下。迄几张相哦，家己迄新闻黑白记吼，啊，咱家己编故事，吼、哦，编故事吼，迄叫做假新闻啦吼。啊，就安尼奇怪，
这代志到伊底下咧拢无人发现，都无人发现。不过伊到尾啊愈聊愈深，到尾啊公司发现伊这代志非常的荒唐，到尾嘛甲伊洗头路，洗头路了后伊就无工作啊，过来伊就开始借钱，吼、哦、开始借那个高利贷，伊就借钱，伊就借钱，甚至到尾啊为着要翻本，甲厝吼迄个迄呐，迄、那个抵押吼。哦哎、欸，帮一个住客啦吼，哎、欸，来去底下啊借钱，到尾啊，真正愈聊愈深，愈聊愈深。到尾伊个朋友拢发现讲啊，原来借嘛钱借伊啊，讨袂转来，讨袂转来。伊到尾是安怎弄起来？到尾就是去抢便利商店，哦，想讲便利商店这半暝啊，咧顾店的人，哦，安尼好欺负，哦，就去甲抢。到尾叫我们抓去，伊即摆回头的时阵，真正是悔不当初，悔不当初。所以有当时啊，看到迄做恶的陷阱，就是安尼一步一步，哦，吸引你踏入死亡的界线，罪恶的界线中间。啊，第三句也是同款哦，要甲讲，唔通坐伫腐败的人的位，也是伫因的主位中间。在这些人的中间，咱就看到真侪人在信仰顶面认为家己自清，家己自清，就是不知不觉的中间，自认就家己是上帝，对着新的事物，因无愿意改变，无愿意改变，也阁无觉醒，也阁无谦卑，谦卑阁觉醒，谦卑阁觉醒是要安怎做的？当然，我感觉不是个人的提醒啦，哦，一个人的。的话有限，我相信咱拢知影，用人的话鼓励，用人的话坚固拢有限，都是咱知影，只有用上帝的话才能够帮助咱。一个人会当挖苦上帝的话，佮谦卑照着上帝的话驾驶过我的人，伊就当伫伊的生命中间来活出迄个谦卑的生命，调整伊家己的生命，常常得到觉醒。调整伊的生命，无踏错伊的脚步，甚至伊无坐伫腐败的位的人的中间。咱的人生有真侪代志变化，咱拢无发觉。甚至咱坐伫腐败的位的人的中间，甚至咱家己就是伫这个腐败的人的中间，甚至咱家己就是伫这个腐败的人的其中的一位。什么叫做腐败？话题讲傲慢，什么叫做傲慢？傲慢就是自高，傲慢就是哦骄傲。你教会中间，咱有看到傲慢无？哦，你社会咱当然常常咧看见啦。哦，咱常常咧看见啊。啊，不过咧，你教会中间吼，咱嘛不时嘛有，不时嘛有。这嘛爱讲做咱的特色，这嘛爱讲做咱的特色。哦，我前几阵啊有拄到。啊，一个教会干事，哦，啊，我就甲伊讲，哎，啊，你即马咧服侍好无吼？啊，我咧讲报社拄着吼，啊，伫遐拄着伊，啊，即马我甲问讲，你最近咧工作好无？伊甲讲，伊已经对已经教会离职啦。我就咧甲他讲，哎，啊，你伫因教会啊，毋是真好势嘛？哦，啊，即马伊就甲我讲，伫啊教会中间吼，啊，有，都有迄、那个。一寡刚刚吼，会对伊一种对待吼，啊，我拢感觉这种这真正是变无必要啦，一种骄傲腐败的对待吼。伊其中讲一项，啊，其实都深的吼，哦，当然迄是北京教会的代志，我直接安尼讲啦吼，哦，这无发生伫咱的中间吼。伊讲吼，有一天伫伊咧拍电脑，啊，拍到足无闲啊啦，哦，伫遐咧吸引物件，咧拍的中间吼，教会中间有一个长老，哦。啊，来到伊边仔咧讲台，咧甲伊讲话吼。啊，因为伊爱，伊甲伊工作伊正做袂用，伊一直拍。啊，迄、那个张乐吼，就甲伊讲吼，我张乐咧，你甲我讲话免徛起来嘛。吼、哦，安尼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你着真正我真感觉真艰苦心，吼、哦，真艰苦心。当然，即个代志吼，咱我伫遮咧讲就是讲，来提醒咱家己，咱是啥物人？咱太特吼、哦，要求别人。咱会当去要求别人，咱伫上帝面前，
不是上帝的稳定，上帝的疼痛，其实咱生命都不是。我常常咧想，我做一个牧师，我爱安怎保持我谦卑的心态。哦，我嘛常常提醒我家己，我伫教会中间，我当然是一个教人生命的领袖，不过伫教会内面，我常常以自我来做一个提醒。哦，我嘛而且佮常常甲咱的同工做为提醒讲，伫教会中间，责任负担愈大的人，亲像迄个满水的迄个稻啊，安怎啊？头就爱顶落来，就爱愈吼愈愈，迄、那个头就爱愈愈顶。所以伫这个中间，咱就爱愈谦卑，就爱去服侍人，就爱任何大大小小代志，拢爱去关心，拢爱去听透，拢爱去关怀。所以伫这个中间，我通过安尼，我一个一个提醒我家己，谦卑有活伫我的生命中间无？哦，再来我有五万无？我有五万无？如果我若腐败，我就是带头带恁犯罪。哦，如果我若是腐败，我就予恁坐伫腐败的人的座位，安尼我就是带头犯罪。所以，伫人生的中间有真侪代志，拢爱自我的觉醒，自我的提升。对恁对着上帝话，恁就爱看无。哦，你若说你甲一个人讲，你唔通腐败咯，你唔通分对歹人的道路，唔通坐伫因的中间咯，唔通甲因做坐。人的话确实拢有限，总是咱挖靠上帝的话，上帝话直接，亲像圣灵来过，让人插入伊的心内，甲内面同款，提醒伊，提醒我，都唔通伫不知不觉中间来犯罪。所以对伫上帝话欢喜，哦，就会乎你心内面有较无的自信出来。咱对上帝话伊的欢喜吼，有时咱咪刚刚讲啊。一天两天无看圣经嘛无问题啦，哦，嘛袂感觉唔好啦，渐渐咧，你就会惯习啊，你就会愈来愈惯习，渐渐无看，渐渐无看，渐渐你的信仰嘛一点啊一点啊失落。所以是人家早来咱教导讲，唔通伫歹人侪人腐败的人的中间，哦，你来我问讲伫。过来，因为你伫伊个中间，你伫伊个中间，你一点仔都无感觉。好，安尼咱既然唔通伫遮个中间，咱应该伫倒位咧？咱应该伫倒位咧？既然拄则甲咱讲三句，咱拢唔通唔通唔通，安尼咱应该伫倒位咧？第二则甲咱讲，若讲只有欢喜，然后会如法咧，明日上书伊会如法咧，这人就福气。伫遮甲咱讲，咱爱伫倒位？那一对就是欢喜也快乐快乐，这两个中间，佮明日上书伊个就快乐来面。所以感谢主，我相信咱大家拢会当体会甚物叫做喜爱哦，为喜爱，甚物叫做喜爱？哎，我一句话，甚物叫做喜爱？哦，想着就心足甜个，哦。心就是哦，心就安尼甘甜啊，甘甜啊，欢喜哦，欢喜欢喜吼，就会分泌一种迄个费洛蒙吼，一种个心内有一种物件吼啊。不过这种个喜爱吼，其实咱拢嘛拢知影，喜爱够好多强迫，敢会当？够有可能讲我喜爱什么，我得强迫你嘛喜爱什么？吼、哦，会当讲哦我。哦，像做阮家的人同款吼，我爱食咸，我就爱食咸。不过吼，啊，阮囝咧，一点点啊，一点点遐拢袂动吼，我都袂当强迫伊食咸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你袂当把你的喜爱，甲别人的喜爱拢两个做伙，每大家人拢有无同款的喜爱，但是真正的喜爱，迄是一种的天生自然代志，也是讲家己心甘情愿的代志。那是真正喜爱你的心才会伫遐。咱若是喜爱耶和华律法，欢喜耶和华律法，明日上书耶和华，喜爱耶和华律法嘞，这毋是我甲你强迫，你就会当喜爱。哦，可能上侪啦，会甲你劝勉，哦，会甲你劝勉，啊，劝勉你较常常读经、圣经、读侪祈祷。不过你若不喜爱嘞，你可能几摆安尼应付应付啦，哦。啊，做恶，你坚持到底，你可能几摆安尼欢喜尔尔，
无偌济摆，你若阁等于到你不喜爱内面，你就袂坚持去做。所以神灵伫遮甲咱问讲，你敢真正喜爱耶和华如何？哦，你敢真正喜爱？因为你若喜爱，你的心就会痛。哦，喜爱这种代志，就是讲吼，亲像你若介意一个人，你会每日不断去想伊的一切。哦，你会甲你的朋友来讲伊的一切。你会做心神这一切，你会做爱，哦，你这一切的内面，这个是喜爱。一个喜爱耶和华律法跟民哦，安尼每日上书的人，伊一定会甲别人分享这律法的一切跟耶和华的一切。所以神提醒咱，咱若无想要伫歹人、罪人、污秽的人的中间，咱就爱伫对。伫爱耶和华律法的内面，每日上书，安尼这人就福气。再来伫第三章。咱也有看到，这是一种祝福，这是一个极大的祝福。来，咱把这句话读一解。来，伊要亲像一丛树栽伫溪水边，照是的果子，叶啊也无枯干。既然伊所做的一切拢顺利，安尼有好无？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既然伊所做的一切拢顺利，你有要爱这种福气无？常常咧祝福人讲，讲祝你一帆风顺，哦，祝你一所做诶代志一切拢顺利。哇，时间人家中间就甲人讲，伊一切拢顺利，而且伊诶生命咧，伊诶生命永远保持清澈，阁会当结出果子。哦，安尼是咧用一丛树啊来比如，来比如，即种诶比如啊吼，就是一个真水诶一幅图。就像我直接说，甲咱吼用的这把刀同款，这丛树啊在溪边有水，哦，伊袂打起，伊的根哦，安尼会当有吸收迄个水分，啊，佮有营养的所在，啊，佮会当饲叶啊、青翠，佮会当结果子。不过我伫这个所在要甲咱提醒哦，可能咱常常咧看到吼，咱台湾是就常常注有这个水啊，所以咱看到这种的景象，咱袂感觉遗憾。咱袂感觉遗憾，不过我提醒咱家己，耶稣吼，伊迄个地区，啊，伊伫西林，咱是伫古约迄个所在，差不多是即摆现今迄个巴勒斯坦迄个所在。咱知迄个所在，伊个沙漠，伊个旷野，所以伊讲到即个情景的时阵，咱提醒哦，这不是一般常常看会到的代志，这是一种足遗憾的代志，就是伫一片大蛇的旷野内面。你当看到一丛树栽伫溪水边，佮照是结果子，迄是何等予人欣羡啊！即、這个比如就是讲形容讲，咱人啊，就是爱亲像一丛树同款栽落去。伊当甲咱提醒，咱来过生，甲咱家己栽落去，是一个固定的所在。我常常做比如吼，一丛树啊种落去，佮一丛树啊安尼种伫盆栽，无同款的所在无？出侪无共，会大丛甲无大丛差别，伊即个所在，因为眼睛深了无到底。即个比如咱的佛山爱卫生，再来一种诶，比如就是讲，咱所看到就是伊个吸收营养诶是啥物件？根，你看到伊个根诶，咱大多数拢看袂到吼，咱大多数拢会看会到即丛树啊，可能看会到伊个表面诶迄个根。诶，迄个表面呀，这丛树啊，伊个根出落伫土骹，下面有偌深，咱拢唔知影，咱嘛看袂到，咱嘛看袂到。不过重点，生命重点就是在伫这个看袂到的所在。我讲一摆哦，一个生命有好无好，就是在伫这个看袂到的所在。偏偏。一丛树啊，遮尔重要的所在，咱看袂到。啊，亲像咱对外表吼，咱对外表咱看一个基督徒，咱对外表看一个基督徒，咱对外表可能咱无法度看到伊的信用有偌好，咱嘛无法度看到这个人的灵命有会安怎，有安怎，有成长无？啊，亲像我今仔日嘛对恁大家外表，我嘛看袂出来讲啊，恁今仔日有读圣经无？
你今仔来做礼拜之前，你就灵修了，哦。我嘛唔知影，我咱大家内面的根的情境安怎？我嘛唔知影，大家你的根有深有扎实。最后是林姐甲咱讲，一旦树啊在你溪水边，照是要过去，伊的叶啊也无孤单。林姐要甲大家讲，哦，虽然根咱看袂到，唔过人到顶久咧，人到顶久咧，你虽然你看袂到伊的根。啊，生了呐，唔过你总是会对伊是毋是有结果子，你看到熟练的光景，你嘛会对伊的叶啊会保持清脆，你会看到伊的生命有好无？哦，如果上贵啦，一个人你若甲伊安尼斗阵十担，你看袂到伊有结果子；你若甲伊斗阵二十担，你常常感觉伊的生命安非常的打折，哦，孤单。安尼你会知影，伊的筋有问题，伊的筋有问题，不是讲伊的筋无好，可能伊的筋无吸收着营养。哦，啊，那伫医学的中间，若营养无够，安尼啦，赶紧啊补充营养啊，维他命啊，甚至搁较紧急的吼，还搁较紧急啦，爱去病院啊，治大肠的啊，注射啊，哦。那咱若看到一人个上面个光景，若无盖好，那咱可能就是啊，哦，你着提圣经予伊，还是讲提灵修个册送伊，看卖伊会当做安做一个调整无？你着是调整伊个上面个光景。总是咱若看到即个人，伊真正伊个灵命败坏，伊个灵命伊着出卖来个时阵哦，迄阵你着提灵修个册予伊袂有啊？你着安那，该救个牵个出来，先做出来就会。来背对用信用的规律来结构，哦，你清楚咱那个内部来解，看一下来注下地动荡的观念。所以你的姊妹，咱对咱的担纲，还是对咱的亲人，对咱的教会，咱的集体，你若是要做一个有情有义啊的人啊，你若是要用听来好宽待啊，咱对一个姊妹，咱属灵的亲人。即个咧听，通只是用嘴咧讲好，哦，伊咧听，你就是看到伊无结果子，伊叶啊孤单，你就爱赶紧补充伊营养啊，用实际行动来听伊啊。来，你甲你囝人讲，我要用实际行动来听你。感谢主，你用咱实际行动来听咱的养姊妹，补充咱的养姊妹。我希望咱台生活每一个人都是一棵树啊，栽伫溪水边啊，常常结果子，伊的叶啊也无孤单，好不好？感谢主，我祝福咱大家新的一年，咱每一个人都像一棵树啊共款，哦。所以呢，咱看诗篇，今仔日第十到第三节就是甲咱讲，什么叫做真正有福气，哦，真正福气就是祝福咱像一棵树啊共款，哦，安尼。阿嘛提醒咱哦，最后更严重，咱提醒咱，唔通不知不觉的中间哦，对啊，歹人的计谋啊，行罪人的道路，搁坐五万人的座位啊，提醒咱每一个人哦，常常注意，大家人应该伫适当的时吼，爱回顾家己的人生，回顾过去的生命。看你的生命有啥物惊大有无对的所在，对的所在需要纠正的无？哦，我讲一句话，而且甲咱提醒吼，迟到的悔改总比不愿修正好的太多了。哦，你可能刚刚讲你悔改上班，悔改上班，你个目镜总比你无愿意的改，总比你气气，总比你调工，总比你固执，我爱改太好了，哦。好太济啊！所以迟到的悔改，我相信咱的上帝嘛愿意接纳你的悔改心意。所以，我咱常常伫了我的文艺的中间，面对的上司哦，欢喜伊的荣发，接到一张树啊去吸收营养，安尼常常享受上帝话，常常背上帝话，常常吃上帝话，常常行出上帝话，安尼咱的根就会深。咱得当叶啊保持高达，照时结果子。最后呢，既然你所做的，一切都顺利。阿弥。
祝福咱大家每一个人拢得到真正福气，真正福气就是在你的生命中来画出。伊个无论做即个也顺，做即个也好，既然你所做的一切拢顺利，咱大家做来记得。是阮的上帝，我感谢俄罗斯，伫你面前，我欢喜献上今仔日，领受的信息，愿你的话语就亲像供给我营养的养分，时常提醒我。提醒我家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，有满满稳定甲福气的人。感谢你，基督客主的名。阿门。